馬華九喺嗰邊茶鋪講咩？甲伯星真係嘥嘢，叫甲伯星早死啊！如果甲伯星唔死啊，佢一定反對入吉祥同馬啲合作。好多咁講啦，係咪啊？嗰邊茶鋪講啲廢嘢，仲有啲報紙啊，啲評論啊，寫好多啲咁嘢啦。甲伯星有原則，入吉祥投機。如果甲伯星唔死嘅，就絕對行動，唔會同奧馬合作。嗱、你安順啊？你安順嗰間神廟問個甲伯星想唔同行？係咪一個達都甲伯星係咪啊？安順啊！我今年佢有冇拜過啊？搞安順啊！有啊？你問過咩啊？甲伯星上身啊？阿星爺上身啊？我同你講，如果阿星爺未死，星爺今日都會支持我哋同馬啲合作。點解？我分析俾你睇。1985年，當時係東姑達沙利做財政部長，圖珠佔擁曹韻、林吉祥同甲伯星喺國會 school 度去試緊開花。不過係1987年同馬的屌臭佢 B team 嘅，馬的 A team 嘅，結果佢出咗嚟成立8D18壓8案林。林吉祥咪同甲伯星咪同東達西合作，當時係叫烏巴，當時叫咩啊？杜家。不過俾馬的出咗個陰招，輸緊咗。馬的好嘢噶，馬的就影到張相，東達西去到沙巴跳啲團結黨嗰啲軍修舞，中間有個十字架，哈！馬的喐喐佢就係講。到古達沙基出埋馬人，準備趁呢啲資料之後過嚟，阿沙基就咁樣呵呵啦。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，當時安華做緊副首相兼財政部長，安華嘅競爭經濟改革方案，林吉祥、甲伯星唔同意嘅，係咪俾個親亞人咧？不過奧馬屈去華去搞試分，結果安華就出咗嚟 ，Reform 馬斯，成立公正黨揀贏。林吉祥同甲伯星未一齊喎，安華 Reform 馬斯，甲伯星仲同安華做咗10年義務唔收錢嘅辯護師，明唔明啊？所以你睇今次馬爹過嚟，個棒吉唔高，以前係東姑達沙啲財政部長過嚟，過嚟招收，安華副首相兼財政部長過咗嚟，過嚟招收，依家係唔起啲。副首相兼馬爹真首相過咗嚟，我又佢哋唔收噶係嘛？佢級數越高啊，啱唔啱啊？孫子兵法講咩？凡是從敵營過嚟嘅，我哋都要用；凡是從敵營過嚟嘅，我們都要用。如果呢句話你唔識咧，我就講一句話，係引用中國嘅一個偉大嘅外交家，個名叫周恩來，聽過嗎？聽過周恩來嘅，唔該拍手，周恩來。周恩来讲过咩啊？听好啊！呢句话如果系 Facebook 查唔到嘅，你搵我，我脚俾你。我唔系我自己作噶。周恩来讲：交朋友是不是有孤立敌人？好嘢喎！周恩来，毛泽东啊打游击战啊，一直打一直打。周恩来就谈判谈判谈判，结果成个蒋介石输紧咗去台湾。因为周恩来讲：交朋友是不是有孤立敌人？我哋今次交马哈丁嘅朋友，输个怼嗰只鸡孤立敌人，明白噶？唔该拍手。